Hello guys， 我是 Zico。 有在关注篮球的观众们绝对知道，最近 FIBA 2023世界杯篮球赛开打啦，台湾也非常荣幸能成为热身赛开打地点啊，就在新庄体育球馆。虽然只有三支球队，分别是立陶宛、波多黎各、拉脱维亚，但是有比没有好啊。能看到这种世界级强度篮球强权，甚至立陶宛这个国家就是以篮球为主，尤其是大 V Valančiūnas 瓦兰丘纳斯啊，他这个低位脚步真的是世界级，非常猛。说到世界篮球，以往都是美国主宰这个体育项目，但是随着世界各地，不管亚洲、欧洲什么洲，他们的实力都慢慢往上。光看现在篮球最高殿堂 NBA 里面的顶级球员字母哥 Jokic、Luka， 还有今年例行赛 MVP Joel Embiid 都不是美国本土球员，全部都是外籍球员，所以就导致今年世界杯的球队啊，每个国家的阵容，光看那个表面，好像很多都可以比美国队强。反观来看，这次美国队阵容真的非常普通啊，几乎是新生代，可以说完全没顶级球星啊，这个新度亮度跟以往梦幻队的阵容比啊，真的是懒觉比鸡腿啊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刚才说了那么多屁话，今天的影片主题就是。没错，各位看到这个画面就知道，我要在买 team 模式里面组出今年美国队阵容啊！就来看看我组的美国队能否打赢那些线上妖魔鬼怪高手啊！先来介绍球队阵容，首先先发控球位就是这位美国新生代球星 Anthony Edwards， 2020年 NBA 选秀状元，灰狼新少主，这一次在美国队也是非常凯瑞。再来先发二号位就是中国有嘻哈的 Bridges。先发三号位就是大家每天都在用的 Brandon Instagram， 再来先发四号位一样是选秀状元的 Paolo Banchero。 那这位球员最近也是因为世界杯篮球而被延上啊，因为许多人说他是意大利人，他应该要为意大利披上国家队战袍，但是他加入美国队，所以许多人说他是叛徒，连意大利篮协都说他是叛徒啊。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我就不插手啦。最后先发五号位就是 Triple J Jalen Jackson Jr， 那我个人觉得他算是美国队里面的数一数二中锋啦。再来替补的话 Jalen Brunson 以及 Helen Butter，还有 Austin Reeves， 那很多人都说 Reeves 如果打国际赛应该会被打爆之类的，因为他算是蛮靠体系的，许多人这样说啦，结果他直接打脸所有人，这次在世界杯打得非常好，真实命中率高达六成以上啊。再来替补四号位 Portis Jr. 以及 Kessler， 那他也是新世代的中锋啊。美国队最后两位球员分别是 Johnson 以及 Josh Hart， 那因为他们卡片比较烂，所以说我就把他摆在这个地方。基本上美国队就是这十二位球员，那一定会有人想说，欸 Zico， 那最后一位为什么是缺样啊，为什么是退场？这个问题非常简单，因为当初美国队就是缺样还有 Reeves 这两位球员二选一进入美国队啊，结果缺样落选了，所以缺样就超级不爽，偷渡加入美国队，所以我就给他摆在这个位置啊。我已经没有特异功能了，还留下人类鞋吗？美国队有球员了，现在只缺什么？缺球衣嘛，在 2K23 里是没有美国队的球衣，所以我就自己做啊，花了非常多时间做了这个红白的美国队球衣以及蓝色的。那我这两件球衣呢，有在 YouTube 给大家投票，大家都选择想看蓝白这件球衣。我真的是花很多时间制作这两套球衣呢，我更觉得做的蛮帅的，蛮有成就感的啦。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这件球衣后面应该是全白的，但是 2K 的设计就是这样，所以我没办法让后面全白，一定有一地方是红的。话说怎么越看越像宇智波佐助他们家族的 logo 啊！看一下对手阵容 ：Stephen Curry、Penny Hardaway、Thompson、穆雷桑以及马尔卡宁。哇靠，那穆雷桑231公分啊！各位，来准备来跳球，你看231公分，哦，我居然跳赢了！哎呦，我们这个 Triple J， 来 Edwards 给你秀一下。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打呢？卡到喽，左边先杀入吗？Curry， 不好意思，兄弟，你这个站着吹，我就轻轻松松啦，有没有？直接要到一个犯规，他这个辫子头太帅了嘛，会飘来飘去。好像那个蚯蚓，那个蚯蚓在头上转来转去一样。第一罚，美国队。第二罚，哭啊！哎呦，妈的，好猛！外面 Bridges 直接，各位瞬间拿三分啊！我刚才是故意罚丢，然后再多拿两分的啦，我是故意的啦，都是我战术啊！不要瞎掰好吗？再卡一下，瞬间加速里面漂亮，这个挡拆啊，这个 Jackson 直接单手隔扣穆雷桑。哇，这么猛的，直接，哇靠，有没有？美国队全力以赴，还是抢得赢他、啊？再给你一个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Brandon Ingram 传给里面，第一拍，哇靠，我们 Jackson， 我这个各种骗对方，直接被我晃起啊！防好，防好，防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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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右边，哇！Jackson Jr. 直接飞天麻辣锅补防左边这边对方不会进，靠背哦。目前我们美国队打得蛮不错的、啊，我们来打个挡拆一下，卡到喽兄弟，外面挡拆晃，
哎，哎呦，那我就不好意思了，这个就站着轻松上篮。放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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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锅。Holy fucking god！ 来，妹，传啊，你传，外面要守好。Brandon Ingram 再给马卡林，又是颗，完了，他又要给我打错位。放好。五秒，四，贴好，贴住就好。哇！哎，晃一下，你看对方都年轻人了、啊，底线没有人守。Bridges， bam， 是不是关键防守？这个 Jalen Jackson Jr. 啊，两颗火锅，一个直接抓锅啊，太猛了！里面 Bridges 上去，哇靠，他这个上篮是什么鬼？包夹！哎、欸，好球！哎、欸，好方！小心！哦，他这后撤步，这个后撤步好帅哦！哇靠，太高了啦，真的犯规啊，太犯规了啦！走，拉一下，走了！欸、看，不行，慢一点！做个挡拆一下，四单步，左边切入，可以吗？硬杀！哎、欸，这个本来要隔扣呢。哎，超的好，碎，走，快攻，休泰 ，Brandon Ingram， 边线发球，我要偷跑、哦，偷跑，里面有没有看到？轻松啊！现在 Jackson 开投射主宰啊，应该可以蛮好投射的。看一下怎么运用他这个主宰，放下，手刀啊，干，我没按好哦，他团姿势太慢了啦。哇，哭啊！刚才那个团姿势太慢了啦，不然应该会进啊。第二节开始，那我目前一样用先发、啊，等一下再把替补换上来。防好防，哎、欸，顶级防守，碎！我们美国队的这个拼劲要拼出来啊！走喽，备孕下，对方掉，切底线，左边 Bridges， 干，怎么又是？哎、欸，没事，哥哥帮你补防啊！更好。哇，这拉梅罗爆这传球，哎、欸，这传球太帅了吧！他里面有那穆雷桑，真的是很难打。哎、欸，错位了，放下，哎、欸，出来，拉开，穆雷桑要防我是不是？有了三分球，对嘛？挡拆，左边这边有了，好球，冲了！我要用 Polo Banchero 修一波，因为他 Engen 卡嘛比较强。哎、欸，修一下，哎、欸，过喽。过了，顶一个，干你阿公欸！现在我把替补换上来，毕竟先发体力已经不行了。那我真的觉得、啊、更难打，因为我们这个更矮啊。哎、欸、，Bronson 上去，哇，这个拉杆，这什么顶级鬼子啊？左晃右晃，然后把球拉近欸，好猛哦！你看我们中锋最高的就是这个 Case 而已，虽然说他是无敌卡，但是他这个身高，干真的不行啊！哎、欸，是，才刚说不行就抓到一个关键篮板，这边拿到球。Halliburton， 干，怎么难投啊 ？Bronson， 运下，拉，哎呦，杀了各位，哎、欸，骗你的，好了，给你 ，Kaiser， 轻轻松松了吧？确实轻轻松松啊！哇靠！挡拆一下，可以哦。外线 ，OK， 看来我只能打这个尴尬的错位啊！不要跟我讲说之后打不进去、欸，冲！我等一下要放双中锋了，不行，这身高差太多了。Ben Carroll 放下，这个上篮可以啊！哇 ，Jackson Jr. 真的是很猛哎、欸，这张卡片，刚好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不可能，撞篮板！干！撞了板！碎！冲！Go！ 走了，不要再犹豫啦！哇靠！哎！太难打了啦！哎、欸，休泰喽 ！Edwards 双手暴扣，感觉差11分，应该还是有一点机会啊。只是说我现在要好好防住他们，干架没掉。
哇靠！哎、欸，外面有了有哎、欸、有房有啥？看，你看，完全，好哟！睡，走，冲！给谁 ？Kessler 双手暴扣啊！放好！哎、欸，不行！哇操！这空接太帅喽！本 Kero 居然只有零分。有了啦！啊，干，这样又没进，但是我又补球补进。这场其实蛮延迟的，打起来真的蛮延迟的。来喽 ，Polo 都没有给 Polo 秀到啊！哎、欸，哎呦喂，我刚才那个晃，直接把人家晃飞啊，居然没把握住 ，What the fuck？ 好呦，第四节开始，没人守，先三分球来一颗啊！对嘛，你不守就先偷偷飙一颗啊 ，Ben Carroll。哼，哎 ，Engine 卡一个坏处就是它是团太快了，快到有时候很难控啊。啥鬼？这啥鬼？这边拿球，拉一下，来喽 ，Edwards， 掉了，杀上去，可以，面对科瑞应该可以。哇，自己抓篮板，哎、欸，很凶，超凶啊！这里有了，又是一颗三分球。能不能抄一个？哎、欸，底线，我就抄底线。他每次都给我那边拉来拉去，我角色都被拉开。好，放好。他要单挑。我就知道，哎、欸，我一直。杀了，上去，漂亮一个乔丹式灌篮啊！呜呼，超爽 ！Edwards 这个体能真的非常劲爆啊！防好，防住！哎、欸，有没有？抄的不错，再一个 show time 喽 ！Edwards， 哇靠，直接 N1， 乔丹式灌篮上去，他不要两分，他要三分啊！哎、欸，干完了，哎、欸。哦，哎、欸，有防住哎、欸，居然防住了！里面 ，Kaiser Edwards， 啊干，这球居然没把握住！哎、欸，穆雷桑，哇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我直接把穆雷桑侧面盖掉，结果没把握住。走，里面 ，Bridges 双手暴扣，防下。这到底要怎么守？我就问一句，这到底要怎么守？对方跳喽 ，Edwards 来啦 ，Polo， 这个 Polo 晃一晃，转一转，舔一舔，又是一个双手飞扣，来 ，Polo 三再一见啊！哎呀，算了，用高来打好了，你看。哇！打发这个是什么鬼啊？看不懂。来了，各位，最后 5.3 秒，灰狼新少主秀一个给各位看。好了，没有了，乱投啦。哎呀，那我们最终比数82-66，我们输了12分啊！对面那个穆雷桑真的身高太高了，然后我其他球员的表现呢又没有到特别顶级，所以说就输了嘛，输不输嘛？看一下比赛数据，得分最高的居然是 Bridges。我几乎没什么特别用他，他居然得16分。再来 Edwards 15分 ，Triple J 15分啊，而且他只上场11分钟就得了15分，所以我应该要多放他的。再来 Kessler 8分、4分、4分，哇，这个 Ben Carroll 8投2中，这个 Engine 卡我真的超不喜欢玩 Engine 卡 ，Engine 卡玩起来投篮速度太快，又加上有延迟，所以根本很难抓啊！妈，这什么设计啊 ？Engine 卡真的很难玩。再来，对手最高管是穆雷桑啊，轻松虐。如果大家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帮影片按赞按到爆，还没订阅此频道的赶快订阅起来，记得追踪我的个人 IG、FB 粉丝专页、抖音账号。那我是 Zico， 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啦，拜拜。